今天到我们的黄壮县来关心即将要通车从我们的国前窗站坐到我们的简安站。已经完成的九项，那副干委员都同意了，那还有三项在努力改善，稳定性、妥善率，还有一个就要营运要改善的小瑕疵。我想这三项可以在我们年底之前，我们也全力把它完成。本人是新北产业区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六个已经六个已经营运的，六座圆通车站动线的指标非常的清楚、新颖，而且让民众能够很快的找到衔接的路线。尤其在重点的转弯处，我们最关心的噪音的问题，以及乘坐的舒适度，大家都觉得非常的满意。再转弯，再转弯。现在开始转弯，转到这个新站路板桥下头的路段，就速度把它放慢一下。经过我们的钢轨以及我们的钢轮的自动润滑器的一个全力的来做好架设，那把我们的隔音墙给做好。我们这个声音已经大幅下降，然后在这即将通车，希望能够尽速的能够完成旅刊，能够顺利的通车。在新北市的市民来说，有一个最主要的一个黄壮线的一个主动脉来跟大台北衔接，我们希望赶在连越快越好，这是我们所有人的期待。